Hello， 大家好，我是辉啊。那风属性吸血鬼 UP 词要上啦。那今天我也来快速点评一下 大家如果说有在存券或者在考虑要不要投资在这支上的话，可以参考看看这支影片哦。首先呢，我就直接讲结论这个风吸血鬼真的是非常值得拥有啊。如果说你有在打区域活动网的话，不是常常打了老半天吗？结果伤害只有个几万。但是前几名呢都打了30、40甚至50万了，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没错，那就是因为他使用了风吸血鬼风吸血鬼的第二招致命一击它可以造成以目标弱化效果数量为比例的伤害三次目标弱化效果数量为比例的伤害三次也就是说对方的 debuff 越多，你的伤害就会越高，所以像是打这个区域王打工会王，甚至是战场打群架，只要对方身上有很多的负面状态，你的伤害就会爆炸高风吸血鬼绝对是伤害输出界的王者，很推荐大家人手一支。好，来讲一下他的技能首先他的这个其他技能，对，这个第一招是这个削弱他可以减少敌方攻击速度和防御力并且有很高的攻击伤害啦那它的被动呢是冰冷的血是可以增加你叠饥渴的速度大绝的话呢是强化版的一，伤害更高，输出更爆炸，真的是非常非常变态在 PvE 中的表现呢，风吸血鬼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那在战场中呢，它的收头能力也很棒，很有时候你那个一放出去，对，头就是你的了。好，那至于在竞技场中的话我是觉得拿它来打这个水系的魔灵是很不错，但是它的伤害很高的同时呢，本身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它是一个玻璃大炮，伤害很高的同时，但是自己太软了，所以偶尔能够在竞技场中看到它的身影，但频率真的没有很高，只能拿来当作是对侧角使用。好，那最后来提到符文方面符文方面的话，我是建议搭配这个激怒刀刃或者是猛攻刀刃，把你的暴击伤害暴击命中还有攻击力给提升如果想要成为这个输出排行榜第一的话，对，你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风吸血鬼。好，那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完整内容，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呢，欢迎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是辉，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